收看呢一节嘅新闻。超过1000个内地人不满终审法院裁定，入境处有权遣返17个喺香港逾期居留嘅内地人，喺政府总部外面同警员多次发生冲突，有8个人，包括5个警员受伤。警方喺下昼4点派出防暴队操入政府总部清场，之后再划出示威区俾啲内地人静坐。姚建文。